伊的生日请用你大汉的妈妈，实在足有福气。但是伊个听上帝道理来遵守的人，佫较有福气。老师，请你教阮要安怎祈祷，好无？恁就安尼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得去，都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千古以前，郑先知就伫历史的册记载讲，上帝要赏赐弥赛亚来拯救罪人，让因甲上帝和好。耶稣的生平显现出伊的的确是上帝永远要赐这个世界救世主。先知以赛亚有写讲，要有宰相女怀孕生子，这件事果然安尼发生。上帝借着伊的关联，让玛利亚怀孕生子，就是耶稣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伊出世的神迹是上帝给咱的一个兆头，表明这个囡仔就是弥赛亚，是上帝所捌讲的伊的独生子。当人看见耶稣，就看见上帝的本质甲关联，伊医治人，赦免因的罪，并且应允人有分伫伊永远的国度内面。耶稣牺牲伊的性命，替咱众人承受刑罚，然后过啊，显出伊关联赢过死的关系。耶稣这位弥赛亚讲：“我有官兵放上我的性命，也有官兵服到我的性命。”耶稣的生平有照着圣先知所写有关弥赛亚的生平，无唔对，耶稣就是上帝的道。照着耶稣，上帝向全世界人显明。伊家己，主耶稣也讲，天甲地未无去，我的话未无去。原起头，上帝创造男甲女，予因真快乐，活伫上帝面前。但是因唔相信上帝，违背伊的话，这种真见笑行为，予因甲上帝分离。圣经讲，世间人拢犯了罪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犯了罪的人是袂通活伫上帝面前，就亲像上帝陪伴一只公羊啊来代替阿伯拉罕的子受死，上帝也赏赐耶稣为亚当的后裔受死。伊安尼做，要让遐相信耶稣的人定心转到上帝面前。彼得讲，正先知所讲的就是耶稣，既然相信伊的人。上帝要赦免因的罪，所以见那军队耶稣的人就会脱出地狱的刑罚，就甲上帝伫乐园永远徛起。耶稣对死过完了后，甲军队伊的人讲：人就奉我的名传悔改、赦罪的道理，对耶路撒冷直到万邦。耶稣也有讲，伊要赐落上帝的圣神，甲军队伊的人同在，引出人明白真理。使予人快乐去遵行上帝道。当迄个犯了罪的负责人悔改，并且跟对耶稣的时，耶稣对伊讲：“你的罪赦免了，因为你相信我，所以你得救了。”耶稣讲：“当一个人真正相信上帝时，就表明伊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当时界顶的罪犯相信耶稣，并且求耶稣救伊的时。”耶稣讲：“今日你要甲我踮伫乐园内面，那是决定要跟随耶稣的人，通用下面的祈祷来恢复甲上帝建立亲密佮美好的关系。”
天父上帝啊，你是公义的，感谢你听我，我真正甘苦心，我违背了你的命令，犯罪得罪你，感谢你赏赐耶稣代替我死在十字架顶，阁为我对死告我，感谢你予伊为我所犯的罪受刑罚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甲我的主，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替我开路，予我会通伫你的国度内面甲你永远徛起。我求你将圣神赐予我，指示我行伫你的道路，使我快乐专心听你，并且活出一个你所欢喜的生命。愿全地拢活到你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对军队伊的人讲：“我的羊啊，知影我的声音，我真捌因，因也要军队我。”军队耶稣甲听伊的人，拢组织做伙，同心研读圣经，每日祈祷，学习伊的模样，并且向别人传道理。耶稣赐了圣神保惠师，引带因，坚固因。因刻着耶稣伫上天到宝座顶的时所留的应允，天顶地下所有官兵拢已经赐予我，所以恁就去，予万百姓做我的门徒，我就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